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三圣母与凡人私结良缘，因而触犯了天条，被压在华山之下。16年后，他的孩子沉香拿着母亲的宝莲灯和网上团购的神符，来到山下，决定劈山救母。啊，终于到了！今天我要拿着这宝莲灯和神符来救我的三圣母妈妈。宝莲灯，请赐予我神力吧！我是愚公啊。谁？愚公啊，就伊山那老头啊。对对对，是我呀。我就想移开这两座山，我用这个铁锹啊挖了半辈子了都没挖开，你这哭嚓一斧子就给劈开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吃饱撑的？你没事移他干啥呀？你不知道，移开之后啊 WiFi 信号可好了，我就可以天天玩游戏了。你瞧，哎，帮我把那边的山也劈开呗。干啥呀？信号不满，打飞机老卡了。哎呀，你快上山那边去吧，我等着我妈呢。啊，小伙子你太心急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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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望望头上天外天。宝莲灯啊，这次咱俩可别劈歪了啊。来，宝莲灯请赐予我力量吧。呀，开。咋都长毛了呢？哎呀，你谁？沉香啊，那黄花梨呢？我正跟山神打的斗，看没俩王四个二啊，我刚想炸他俩呀，你哭嚓就把五行山劈开了，这俩王全吓跑了，怎么办？哎哎，你是孙悟空吧？哎，你咋知道呢？我听音乐听出来的。出来了，这俩玩意儿咋整？要不这样，我挖个坑再给你埋里，行不行？我是不是傻呀？我好容易出来的，我才不回去呢。要不你让我一起去救我妈吧？好玩吗？妈妈去哪儿了？妈妈去哪儿了？妈，看，我妈就在这山里呢。可是你看啊，我照这图我劈两回了，都劈歪了，这拥护啥呢？你说，图看到了。还有啊，这斧子是需要跟你一起磨练它才有神力呀。啊，你呀啥也不会，你太心急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师傅，这儿呢。我师傅，你教我武功呗。不行，我不收徒弟。别学那样，把我妈救出来之后正好凑仨人，咱仨斗地主多好，你那俩炸还能用上。收你了。Yes。 不为斗地主，我为了正义。 Yes。 来跟我学。好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比劲儿。我来了，学呀。好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比劲儿。发音不对，不是 P 是 B。 哦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劲儿。让我再试一次吧。嗯，好好。啊，宝莲灯请赐予我力量吧。哟，嘿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场竞演了，想跟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说上什么？三个半月了，还有在等候区的兄弟姐妹们啊，你们还能看着我，
老大哥只能说马上就分开了啊。希望我们呢还是做到我说的那句话，咱们善是满天星，聚是一团火。希望我们期待下次一重逢。啊，哥哥在这里祝福弟弟妹妹们，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。看到这四周来说，都是最精彩、最完整的一次。演技、时间，包括道具，包括整个剧本的笑点，可以说是我笑的最多的一次。所以呢，就是所谓的当导师这个一点呢，觉得很自豪、很满意。谢谢各位。好，也谢谢啊，我们吴大伟老师超级好的点评。